来臭底门几天不见，甚是想念，点赞加关注，下次恰饭不迷路，祝点各位一夜暴富啊。那么今天咱们就在这个下北泽庄园搞起啊，我还是一个人类高质量教官呢啊。那么这个房的话是刚开的啊，还有些 bot 没有推出去啊，咱们赶紧进卧室认识。你看他们这些 bot 啊，都闷啊。好、啊，咱们成功进入卧室认识，要憨皮 bot 掉啊，天天他妈堵来堵去的啊。我的卧室尸变了，能不能打死？能不能压住？压住？压住？他妈又被抓个傻逼认识完了，对吧？我们 F 的话买个 DJ 啊，买个 DJ 过来甩一波，下面开 WB 来 headshot double Q double Q 再一个 triple H 真是让我操。快点进去啊你妈的傻逼队友，妈进个门他那么费劲，真的是啊，开局被 bot 堵路啊，他们现在是傻逼队友，他堵你真的是啊，继续跑啊你啊，继续跑啊你啊，烟尾气了吧啊，给我等着，你看他妈见不见呐、啊、脸上他妈四五个天使被他妈就点我一个啊，哎真的好玩，真的很搞心态啊，这把本来咱们 F2 起破晓带杀特杀的啊，奈何巫师开局画一个母体啊，那么小白他妈又是一千的不开对吧啊，不推过去送抓，那我只能 F2 起个电锯秒一波啊，我一个人力挽狂澜压制住了卧室的尸变，保护这帮杂碎小白啊，他们把我给堵在外面不让我进去啊，然后导致我被抓啊，你们就这么对我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啊是真的要生气了啊，我教官不发威，你当我真的是一系一个吗，你们给我等着啊，给我等着啊，这个房的小白今天咱们必须得暴杀他们一次，不然属实难解我心头之恨啊，金钱之力 very nice， 我操你看这随机啊，全套水雷加 M249， 你看我一把打出六级 F2 不是问题，就把79撕了，我的朋友他妈又在赌，你就非要在门口买东西是吧，所以兄弟们啊，平时在野房遇到小白给我狠狠的打，狠狠的揍啊，无慈悲对吧，太可恶了，真的是气死我了啊，完了进不去了啊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呀，我说怎么能吃到全套加水雷加 M249， 这把烂掉了呀，关键上分局被他妈傻逼小白堵着进不去，关键发育局您已被 Louis Mother infected， 我操抓一个不会认识再抓一个，操被秒了，不过咱们仔细一看啊，这个卧室都是些什么电锯啊吹风机什么的，肯定是守不住的，肯定是要臭的啊，怎么赚钱过去把他们给炸死啊，啊他妈又是下水道里面复活啊，又他妈是下水道里面复活，撑住撑住撑住，哎呀卧室貌似沦陷了呢，看他们炸死一个，他们炸死一个，他们炸死一个，好、哦、炸不死了，哎好，这把话是两分钟抓稳啊，还算可以啊，没有做到太久啊，那么先画第四局啊，我们已经您已背过了，所以咱们后面的话就可以全力上分啊，我们就把买个破晓再买个镰刀来玩一下啊，自从上次更新之后啊，电机的玫瑰就不卡了对吧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可能这个路易终于有钱修服务器了啊，平时你们都知道对吧，电机的玫瑰是他妈最没有体验的啊，开局四五百的延迟，玩具变形不了，斧子砍不出来，镰刀挥不出来，无双按不出来，八把开局被抓， So Louis mother is completely dead， 哎呦我操作黑 BB 来 headshot double triple take multi killMulti Q 真是扛不死的棺材，我操护盾到手，来你尽管炸，你尽管炸啊，你能秒我，你能秒杀我，哪怕来大炮啊，不对大炮的话还是有可能把我给炸死，毕竟咱们这把没有补益啊对吧，只要不来大炮啊，你必不可能炸得死我，让我觉得发出的恶臭叫声啊，今天咱们臭不了一点，咱们注意好不要被挡子弹啊，这个破晓的话这个子弹会被队友给挡住，这很烦，好咱们继续稳定上分，稳定吸血对吧，啊血又吸了回来，别再挡我子弹了，哎呀太杀要撤啊，太杀要撤，臭太厉害啊，吹风机的话基本是吸不过来的，小金瑞来了，我操 ，nice， 一发入魂护盾 2.0， 咱们开一波觉醒，对吧？啊，是不是炸我一滴血都不掉啊？血都不带掉，弟弟啊，气不气？气不气？气不气？气不气啊？他们哪来的鹿犬呀？我靠，咬我啊！咱们没有补益的话，就要注意这个鹿犬啊。鹿犬咬你的话是100滴血啊，哎，很容易被鹿犬给咬死。
对吧？很多时候他妈僵尸是不是炸不死你啊？也抓不到你，你被陆逊给咬死，那是得不偿失啊！汪汪队立大功，哎，我操！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一枪都不开是吧？啊，我就换个子弹的功夫，僵尸全部进来了，你们是一枪都不开呀！所以这个游戏啊，根本就没有队友，都是神器啊，依靠不了一点。这话咱们六级 F 二快出了啊，我在考虑是买这个耗金二呢，还是买94啊？玩耗金的话，咱们没有高铁，可能会被僵尸钻空弹啊。但是玩94的话，咱们没有备弹的话，也是很容易那啥的。啊，我真的是服了你，爸爸的人他妈要堵门呀！哎呦，他妈进不去啊这把！我操，还被 headshot。快点进去啊 ！OK， 咱们暂时安全。不过这把无双啊，无双还在六枚的。手握式的话，我个人感觉啊，无双比六重要太多啊。因为对吧，前期你没有出圣剑情况下啊，僵尸但凡扣 F 一破握式，你必须靠无双来把它抵消啊。而且的话，你只能防一下这个小 F 一啊，大 F 一的话，哪怕是圣剑你也不一定防得住啊。该死还得死，所以这个无双的话非常重要的。咱们无双可以重置的话，可以有效防止暴躁老哥等会 F 一糊脸。这样的话僵尸貌似在外面啊，还没上来，不过应该很快就上来了。咱这把的话看到时候是79再来起耗金啊，耗金的话貌似是要6000块钱，咱们现在钱还不够啊，我们先打耗钱，咱们看看后期这个卧室能不能守得住啊。因为玩耗金的话你需要队友帮你掩护啊，不然你没高钱的话换弹的瞬间很容易被狙啊。但94就不一样对吧，哪怕只剩你一个人的话啊，94照样可以把僵尸给得住啊。你看这个憨憨，这人是在卧室里面挂机，然后被钩子一个勾出去。我操 ，F1 啊！不过扣的是那边的人啊，扣的是那边的，咱们不管，哎，对吧？只要扣我们这边就行了。哎呀，怎么被秒掉了呢？啊，那咱们本局的第一个暴躁老哥华丽登场，变成小丑啊 ，Joker 啊！操炸！我这个吃惊啊！你能秒我？你能秒杀我啊？我操！关键是个真是进来了，真是进来了！秒掉，秒完！真的是啊，人都要被吓死了，知道吧？啊，关键时刻他妈给你争一下啊！我操，致命一击 ，very nice。不过咱们有 dollar P20啊，我们看这把能不能起个，哎，感觉这把可以起耗金，兄弟们，可以起耗金了啊！僵尸已经大部分尸变了，握手还有个耗金跟我们一起守啊，这兄弟们，两个耗金来嘛，弟弟，快跟我比划比划啊，快跟我比划比划啊，进都进，我操，干哥，我他妈干起的耗金，我真的是服了呀，我刚买的耗金立马干骨走我脸上来啊！都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平时所有榜也是这样子，每次只要我起九次或者干胶超进货，必有个 F1 过来把我给抓掉啊！他妈反复他妈就是蓄谋已久。这些小白啊，搞心态还是很有一手的，还是很有一手。不过的话也没有关系，你前期 F1 掉得有多么欢快，后期就被揍得有多惨。上把虽然说是一个关键局啊，不过不是特别关键的局，毕竟咱们还没有变英雄，哎，对吧？他上把扣给 F1， 到英雄那把的话就少一个 F1 啊，就少一个威胁啊。不过到了后期啊，小白要么在自动的狩猎挂机，要么就退坟了。哎，所以可能他们的想法就是啊，反正我也没有装备啊，我也满级不了啊，我也没什么体验，不如扣 F1 过来恶心一下你，大伙儿都别玩了，对吧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，还比较合理这个解释。对于普通玩家来说，可能还是有点效果，但对我来说啊，屁又没有，对吧？我平时呀 啊老倒霉蛋了，不是被复活点抓，就他们被水友们单扣 F1 啊，就他们各种倒霉啊。所以我的抗能力是很强的，我的抗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啊。你要我就把咱们照样打创建话，照样被拎出去完事，嗯，完全不死。不过咱们这把话94没有备弹啊，可能会弹尽粮绝呀！我靠！但是兄弟们啊，我发现一个很恐怖的事情，我的子弹快不够用了，要快弹尽粮绝了。这把还有1分50秒的时间，我靠，肯定是守不住的呀！坏了，这把要抽了，这把出不去啊，不敢出去捡箱子的。看看这把能不能打出个超进化来，再苟一波啊，再苟一波。超进化的话，有个弹夹扩容，还有个备弹啊，咱们还可以再苟个1分钟左右啊。哇操！最后一个弹夹要弹尽粮绝，超进化还没有出，超进化 ，nice！ 超进化解掉，超进化直接就怎么又有子弹了，扣容成功 ，nice！ 哎呀，我们撑够1分14秒完全不是问题。僵尸尽管来，兽奴尽管炸啊！你能秒我？你能秒杀我啊？
国安这个卧室啊，九四还是永远提升，九四 YYDS 对吧？耗电的话还真不行，真不行啊！因为在卧室的话，这个视野是有局限的，僵尸在侧面躲着的话，你是挥不到他们啊。但九四就不一样了，第六可以穿墙不出啊，还可以范围限制僵尸的行动啊。来扣容扣容，哎，又扣容成功。啊，怎么样？完全不怂，完全不怂。那么直接打右键，打右键，打右键，滋住滋住，得住得住 ，OK， 暂时压住住石变，对吧？啊，你怎么抓我？你拿什么抓我？你有本事再扣个干骨剑把我给抓了啊！那我就认了，我也认了啊！好吧，刚好这一把把条子给打满，现在开始直接很性就我的事啊！我不可能二次零一倍吧？不可能二次零一倍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好，再打一波还是电流。这把六的还没开啊，那么找个机会开波六去啊！好，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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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护队友，保护队友们来开波兵，来 multi kill！ 哎呀，你们只是我的神器，我砍，我再，我操，2.99999被抓，真的是吐了呀！啊，差那么一丝可以变英雄，我操，大炮还来了！这把我在考虑是玩传统的炮刀升级呢，还是去玩这个耗金二啊？因为咱们这把既没有高铁，还是个三星的大炮脆皮英雄啊！换到那一瞬间的话，很容易被绝掉。我们先随个水雷吧，来随个水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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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个水，他妈叉七都随到，真是啊！平时随个叉四五都是如此的困难啊，现在居然给我随叉七了。不过咱们还是老样子吧，先玩耗金吧，先玩耗金啊，先把这个条子给打上去啊。刚买个光轮啊，光轮的话可以右键嘚一下僵尸啊。反正等会有 F1 过来冲我啊！我真的是怕，我真的是怕，知道吧？每次干胶超进化，干变英雄，干到九四，必有 F1 对我表达爱意啊！来，很信 OK， 兄弟们，这把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变得起来啊？一个挂机的载种啊，别他妈挂机的变母体啊！我给你换个蛋啊，不要着急，你抽抽着看。哦，这个恶魔兄弟还有个小玄子，0000，咱们先跑，咱们先跑啊！希望开无敌嘛！啊，又来个悬盔啊！咱们来一波这个千图乱舞，帅一波！我操他妈，感觉伤害有点低，打不动僵尸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啊，那是因为咱们这把致命……哎，等一下，我有致命一击，我有少数精锐，还有大炮，还有弹头，这好像就差个伤害复制了。坚持力的话好像也是有的。啊，不应该呀、啊！我靠啊，这输出技能不应该呀、啊！我操！你是一个来嘛，弟弟来！我跟我比划比划啊！千图乱舞，摔死全部！哎操！扣我的 S 是吧，小女人，给我站住！啊，扣我还想跑？糟，跑了！我操！玄云辉他妈过来扣我，扣我，猛猛扣我啊！死去吧你啊！啊，冲我击吧，这玄云辉这么肉啊、哦！生命不易 ，very nice， 来啊！你能秒我？你能秒杀我？今天啊，过来跟我比划比划，比划比划，什么叫真正的对吧？啊，无敌的耗金二，我的朋友，来嘛！好，咱们注意好这个僵尸啊，僵尸话有点多，现在啊，他妈开无敌，开无敌，开无敌啊！希望来过来无敌恶心我啊！四秒之后照样得死嘛，得住啊！好，咱们三十级快切也来力，哎呀，对吧？这个技能的话，咱们不玩炮锤真是浪费啊，兄弟们啊！哎呀，我怎么又要玩炮锤呀？对吧？啊，炮锤 YYDS 啊！可我是吧，你小子才光才过来嘚我，他妈直接开了不都 BB double kill， 哎，炸我现在是 triple kill， 我操，好多僵尸真是，要滑一滑，一吸一个大锤砸地80。我真的是操了呀，三个滑把我自己贴死了啊。才杀了20K 就白给了啊！你他妈能想象老他妈有补益的被抠死，我真的是，哎，我啊是真的要生气。
啊，如果四世纪是陷阱的话，那么 Louis Mother is completely dead。啊，那没事，是吧？就没陷阱点了。我操，老夫居然臭认识，太逊了，这个老夫啊，那就没有办法。从今天开始，将是我的 personal show time， 兄弟们来，一发金环冲刺，撸串撸的太爽了，起飞，空中天使展开啊，找个机会准备落地，落地坐死三个 triple kill 啊！玩小云的话，咱们一定要在空中把蛋给换好，或把天使给开好，哎，继续起飞。陆地开 BB 来 multi kill， 后面有位莫心的一路喵马，这波啊，鬼手灯我是吧？起飞来接受天使的制裁吧！再来发金环冲刺，爽的飞起，我继续起飞，你根本定不住我，对吧？事实证明，这把还真就不能玩白动啊！小圆 YYDS 啊，真的解控非常的关键。你们看一下，对吧？像这种房间啊，全都是大肥光的，还有恶魔正你听啊。但凡踩个鬼手的话，基本就没了啊。所以这把非常需要小圆的解控啊。小圆永远第一声，上电话再叫一次，上电话再叫一次，大锤砸地倒头就睡啊！垃圾把它扔掉，卡我斯还会来发金环冲刺。我操，他已经飞过来了！哎，操，没飞起来啊，护盾炸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马上可以再次狠心来发金环冲刺，接受天使的我操，别跟我血好狠心 OK 兄弟们来啊 There's nothing to be fear 啊，来过宫比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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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大锤砸地倒头就睡呢啊，我操，没有飞起来吗？好像切武器切快了，不过咱们丝毫不怂，来发金环冲刺，先是给打飞啊，打散，再来发大锤砸地，对吧？哎，这个爆发力比吕布强太多了啊，人胆杀人，佛胆杀佛，接受天使的制裁吧，作死啊！小圆太厉害，兄弟们，小圆太强了啊！谁说只有白洞可以杀一百多飞？小圆照样是可以的，小圆再次证明了自己。我们再次起飞一波，作死个赤剑啊，憨憨赤剑啊！好，咱们调整好角度，来一发金环冲刺！哎呀，冲的好爽呀！再起飞一波，基本上可以说是无限飞天啊，落地放八十能量，僵尸越多冲能越快啊，再来一波作死天使展开，再来一发金环冲刺撸个串，他妈这撸死一个真的是太逊了啊，好，咱们继续起飞，咱们继续起飞，落地作死，再来一发金环冲刺啊，好的，买个无人机，买个无人机，你看我这些无人机重拳出击打击你妈就完事了，无人机是天下第一啊，来踩一颗不亏162K 杀级的 MVP as usual， 差点破纪录了，兄弟们，太刺激了这一把。